是绝对不愿意认可这些东西。他可以听，但是你让他去放下手中的一块面包都很难的，怎么可能的？就是说，他不是这个，不是不是，就是内心深处觉得这是他欲望的本性嘛，对，他要满足欲望嘛，对。那些弟子们，如果是你成道了，崇拜其他事情，你是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再进来，除非你自己有空，正有空性，有正量，你没那么苦，你的禅定啊什么，否则真的是不，为什么很多人会唱大悲咒哭啊？很多，他真的是很悲壮的，就是从人性的角度，确实是很蛮悲壮的。你要从佛学最高这些空性的角度，好像这没什么，但从人性的角度，其实都是劣势，都是在信仰里边的劣势。就是那种，其实还不是劣势，就是那种，就直到有去无回的那种，就是明知道去了就死定了，还是去了，就是那种，敢死就是那种愿意为信仰赴死的那种，弘扬赴死。你在正法时期还好，你进末法时期，你去弘扬佛法，那就是死定了，因为你一进来你自己就染了嘛。你还不是人家染了，是你本身自己就不行。进来一投胎，父母的功德不够嘛，你找不到具德父母，你连投胎都找不到，找不到一对父母是圣洁的、完美的，你往哪投是吧？那你学父母的时候，你就很就已经被染一层，你在胞胎里已经染了，父精母血已经染了，你再出来。很快就染到自己也回不去了，还别说是救人别人，自己就噎死，就自己就容易沉沦迷失了，就失去道行，完全忘掉，就是完全忘得一干二净的，你完全跟就没修行过一样的，道行浅一点的就废了，深一点的还能把住点，好像死活不认的那种，就半截身在欲海里泡着，半截身还要始终挣扎在这个海外，还要呼唤，就那种的，就是，就说你保持头脑清醒，但你生理上是什么身心全被欲望染了嘛？你已经在欲望里，但是你还要保持真理的那种正见，都很困难的。因为那些大弟子们，你知道佛陀那些大弟子们。那十大弟子来了都是离情去欲的，走离情去欲的路了。我们还是在家人，那稍稍还能满足一下自己的欲，他们确实直接就把欲望就舍掉，就直接让你砍，就是一刀切，你直接就要全部切掉，你金钱、名利、虚名，所有这些情全部通通，所有的缘碰到的，刹那之间就切断的，就等于就活生生切了你，就是那种。你有离情去欲那么容易吗？那是要戒体的那个是。释迦牟尼佛带着那些大弟子，连一点善巧方便也不给你，就不说你，哎呀，你有缘，你们缘深，要么先通融一下吧。你要他马上就去切，你不可以戒律，打戒马上就限制你。你要是说我们是在里边摸爬滚打了很多年以后说，哎，这个持戒啊，觉得是需要，我们就算了。为了成就足上正等正觉，那需要慢慢把自己。慢慢能接受了，说还是有时候说渴望受戒。你从十八九二十岁出家，你啥也不知道，啥也没体验过，直接就已经在戒律之内，然后所有的东西都不让你动，你是等于一桌你认为的美味，但是你饥饿，但是不让你吃，碰都不让你碰，是吧？一桌嘛，你情欲的渴求跟那个什么，跟饮食的渴求是一样的，那持戒的时候等于是。所有的缘，所以这一桌美味，但是你非常饥渴，但是你就一点点都不能碰。你想想那种，那些大弟子们都是，真的好厉害呀！你要知道，他们一开始没正德的，你不是没有功夫的，就开始那样。他不像现在的出家人，反正我还有很多的条件可以，说我不结婚了，但是其他的反正有时候还可以跟女孩子说说话啊。聊聊天啊，他有一个发，那些弟子们看女人都是这样子，眼睛永远看跟女孩子聊天，眼睛是不能抬起来的，就永远是看着自己脚尖，他怕那个什么，就是在戒律之内啊，你是不能就是盯着他跟他说话，不管他漂亮不漂亮都没用，那有生性的欲望呢，而且一开始也没有说一定要成道的那种决心，哪有几个月。他们经历的内心深处那种苦，或者是内心，他们是人啊，七情六欲具足的人，七情六欲具足的人啊，七欲望具足的人啊，你想
直接给你500条监狱设施，500条，你还不是恐杀了？所以你看到他，你能够哭是很正常。你只是说不出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完全记录到他们心路历程的一个人，但是你知道他们是。他跟你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他你们，你记着，你经历过的，他一定经历过；你苦过的，他一定苦过。哎，就是那样。你烦过的，他也烦过。所以说是都那样。走过，每个人都要走出来。有时候痛苦的，有时候说，哎，可能有些弟子说，你经历过苦难，你就知道。有些说，哎呀，有些是他虚伪，他自己还苦，他在外边还要说一些就是很正的那些话啊，很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这些法能不苦或者是能解脱。其实那真不是虚伪了，已经你有一天你很苦的时候，苦到很厉害的时候，你是没必要去虚伪的，你都没有虚伪的力气了，你还虚伪啥？你都不需要别人认可了，你只想你就是苦，你完全的被苦笼罩的时候，你是否还有能力去对每一个你喜欢的人或者不喜欢的人，然后不断的去弘扬你的真理，去弘扬真理，不管你是从头到脚被钉满了钉子也罢，是插了刀子也罢，但是每一个走到你面前的人，你是否能就把就虚伪的把你那些真直接说出来？那其实这也很就是说可以的，不一定说你非得你就是你完全的说这个老师他说出来的他也做到了，不一定。但是他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很辛苦，但是你的头脑里已经有正知见了，那么在那一刻你就去说，你不断的去，当别人过来的时候，永远从你这得到的是正知见，而不是你那些苦的视线或者是什么，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做不到也没关系，但是呢佛的知见在哪儿嘛，你告诉他，因为你是听说的嘛，闻听的嘛，只要不是为了表现自己那都是对的。但是你想想你苦成那样的时候，你还有表现的欲望吗？表现了啥东西？那肯定是有时候你希望跟你欣赏的人可能你还想表现一下，如果来了一个你八竿子打不着的，你都不希望认识不认识他的人都无所谓的，你表现了啥？不是不是，你有啥可表现？那个时候那就叫慈悲了，你是就是不知道这个慈悲就是在那个条件下也叫慈悲，也是修炼出来的。